我给你提过的设计师，他们都来了。啊，我姓池，是这家医院的院长。我听任先生提起过你们的筹款方案，哎，我觉得很有可惜性，也很有意义。有需要我们院方做的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那太好了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把孩子的画制作成了设计图，设计成品呢也会放在网上进行众筹，所有参与众筹的人都可以拿到实际的珠宝作为回报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有知名机构的支持，这样才更加会有公信力，众筹起来才会更加容易成功。所以，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想要邀请您作为这个基金的发起人之一。这个没问题，我愿意。我们可以在医院内部发动职工参与众筹，他们都会很积极的。好，好，谢谢，不客气。 你申请这么多人工钻石做什么？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呢，主打公益，一方面可以帮栾总监帮他把基金给建立起来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东城的优秀企业形象。这次活动采取的材料都是人工钻石，目的就是控制成本。帮栾树峰筹建基金，你们设计部的工作量不饱和吗？啊，还有。 我建议的围绕采购部那边库存钻石的活动推进的怎么样了？你这次的活动用那批钻石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额外再申请人工钻石呢？啊，那批库存钻呢都是G类75分的，所以说成本比较高。如果说我们用那批钻石，很可能就收不回成本。嗯。